天空中进行列队飞行，这是在干什么呢？原来啊，这是首都机场新建成的第三条跑道，正在进行校验飞行。说到这条新跑道啊，可不一般。来听听我们的记者亲身体验试飞后对跑道的评价吧。清晨六点，三架国航客机列队在首都机场新跑道待命，他们是波音777、747和空客340，将分别在东西两条跑道和新跑道进行试飞。可天空不作美，昨晚的大雾一直弥漫到清晨，迟迟不肯散去，直到两个多小时以后才盼到云开雾散。首都机场的第试运行今天开始。记者有幸亲身体验了试飞的全过程，您现在看到的是飞机起飞前在跑道上滑行的场景。从画面的平稳度上，您就能感受到跑道的平坦，而这一项也正是今天试飞测试的重头戏。跑道的道面情况、滑行道以及标志、导航、座舱设备都符合要求。